据央视新闻报道，当地时间11月9日，美国社交媒体网站脸书母公司表示将裁员 1.1 万人，这是该公司历史上最大规模裁员。据悉，裁员主要原因为其核心业务面临着一系列挑战，并且该公司对转向虚拟现实的努力暂未得到明显回报。与此同时，高通胀、利率上升和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也推动了美国整个科技行业的裁员。此前，马斯克10月底完成对推特的收购，正式接手后即炒掉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等高级管理人员。11月4日又大刀阔斧裁员一半，波及大约3700人。马斯克表示，推特每天亏损超过400万美元，除了裁员别无选择。最近，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的股价大幅暴跌，当地时间周三，亚马逊收跌 4.3%， 市值8790亿美元。去年7月，亚马逊资本市值曾经创造历史最高纪录，即 1.88 万亿美元。目前距离这一纪录已蒸发约1万亿美元。这也使亚马逊成为全球史上第一家市值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。此外，微软公司资本市值在去年11月创造历史最高纪录，目前距离巅峰纪录已经损失了8890亿美元的市值。